李俊伟，李俊伟，啊，干嘛？你在那儿干嘛呢？我没干嘛。我跟你说啊，上面那个牌子快掉了，你拿梯子修一下啊。不多说了，我忒忙，晚上刚才晚上哪有功夫啊？我天天值夜班，你又不是说不知道。得嘞，放心吧，啊，得嘞，就这么着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多少回了，这冰柜最好抬里边去，放到外边倒是方便，但是它不安全，尤其这一开门，外边一进人准得撞上。明儿你们搬这冰柜的时候，我帮你们一块抬。行了，就他。哎，对了，唐小莲，今年你多大了？我属狗的。属狗的，哼，有对象了吗？谁能看得上我呀？嗯，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哎，我们所里新分了几个小伙子，全都是大学生，个儿挺个儿的帅。明儿我给你介绍介绍。行了，不多说了啊，我忒忙。多少钱？3500。说准了啊，你要乐意，我给你介绍男朋友。那行吧。我叫李俊伟，是旺旺超市的夜班营业员。今天晚上本来不应该我值班。欢迎光临，哎，神经病吧你，弄我来干嘛？哈哈，知道吗，哥们儿要火了，火火火火火火你个头，想哭吧。朱辽是和我一起合租房子的哥们，他总是在我面前说他